要了解一个盲人，就要代入他的世界，跟他同步。你夠膽蒙住對眼出街過馬路，去超市買嘢，去餐廳度食飯，克服到喺黑暗世界裏面生活，你就真正可以感同身受。要同盲俠同步，就要學識用心眼去睇嘢。黑暗世界好可怕，好冇安全感。但只要你唔惊，就可以激发到你嘅死感。距离目的地尚有500米。到达前方20米右转。目的地尚有400米。注意，距离目的地尚有300米。你喺度做乜嘢啊？注意，距离目的地尚有300米。我谂住出嚟行下，听到你喺度鬼晒咁嘈，仲攞住把遮添，笃下笃下咁，有落雨咩？距离目的地，你有嘢瞒住我系嘛？300米。讲啊！我绑住咗对眼喺度练紧四感啊！你做咩无啦啦练四感呢？因为 Eva。咁所有嘢都系关 Eva 事嘅啫。咁我特字都学得识啦，点解我唔可以进入你嘅盲入世界？我可以学识心眼噶。得未得？我知道。你可唔可以熄咗个 GPS 佢先咧？系咁话注意注意，好烦啊！而家。注意，距离目的地尚有。我做你声音导航。好啦。小心啊！你右手边有架单车啊，系。依家你把遮啱用啊？俾我，听唔听到落雨声啊？冇啊！正常市民咧都好成视像人士嘅，佢哋会避开我哋噶。做咩啊？好惊啊？系啊，你惊唔惊啊？我梗系唔惊啦，我盲咗咁多年。我好惊啊！有我喺度啊嘛。咁我唔驚。然之後再試下問下，問到啲咩？咖喱魚蛋。仲有咧？魷魚。喺邊個方向嚟啊？鹹魚啊，唔係魷魚。有冇覺得自己啲四感好咗啊？聽唔聽到？有幾咁好？聽到啊，聽到。覺得點啊？驚唔驚啊？仲喺你身邊唔驚？你師傅話要去揾證人，佢真係咁有把握？问律师，至于后汉单凶案，真相系咁嘅。你哋呢班律师想督我，下世啦！三、八、二，轮到你啦！一。